你可以取消，但还是会被扣钱。我就这样一直挑战到你清零为止。这个人说到骨子里了，赶紧走吧！走，你为什么？接受挑战！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我不能接受挑战，我不能！看来判断出结果了。死了！给我教训那几个疯子！是那个人干的，我们只是来推销会员卡的。不是吧？你们这么多人还挑软柿子捏？